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欢迎来到逆讲耍呆呆的频道，耶、yeah! ！今天呢是全新的主题，是要拍我下课后 shopping 系列第一集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shopping 的过程吧。感觉适合我，感觉跳很舒服，像四川。我会是哇哇哇的，这种新风是，是不是有点太厚了？这个不要。看起来挺厚的，很适合我，紫色的，它有好多颜色，还有熊熊的，啊，可爱可爱。耶，买完回家了，你看，叮，大大的一袋，充满分量。现在来马上开始开箱，第一样，第一样，是不是很适合我？超级紫，这是葡萄姐姐身上必须具备的颜色，它是这样的大学梯，而且是我故意买很大件，这个是 L 号的，然后它下面还有这样子夹两件式的感觉，就是很像在穿两件衣服。我现在很喜欢买这种，就是袖子可以这么长，就是可以让手指头不见那种，就很冷的时候可以缩在里面。然后呢，它上面呢是写星期六，但它是法文，但是我不会念，来念一次。Sundi 是法文的星期六，很可爱。买起来。第二样裤子，我买的是有点像工装裤的感觉，然后它是有点铁灰色，就是比较那种比较深一点的灰色。我看它品项写什么，它没写，它就是写裤长裤，就是这种。给你看，它其实没有到很沙沙，就是一点点微微的沙沙。然后它下面的裤管是可以缩小，就是这种。我现在也很喜欢穿这种工装裤，看起来酷酷帅帅的，这样好像也可以搭成一套。下一样，两件薄长袖，因为它两件有折扣，所以我就选了两件不同颜色的。而且你看它的图案超级可爱，你看它写 knock knock， 然后还有写什么 who's there， 超级可爱的。而且真的猫咪在跟熊熊玩。然后这种我也是喜欢穿比较裸肩、比较大件的，就是这件是买 L 号的，就是可以很长，然后。袖子也是可以遮住手指头，因为现在上课都蛮适合穿这种。现在我们焦点舞台有跳一个 whole fish， 就很适合穿这种宽宽大大，跳起来比较有感觉。然后另外一件我买的是黑色的，就是它是一个有点小小小图案，然后整件是黑色这样，超级可爱。我两件都是买 L 的。再来下一样，哎呦，都到了。下一样它叫做。欸，它没有写，它就是围脖，它就是围在脖子上的。看看它里面是毛毛的，而且我也是买灰色系，我蛮喜欢灰色系列，就是它可以戴在，我戴一下，它可以，哎呦，而且它是那种，就是比较轻便的，不会是那种围巾长长的，就是比如说穿一些大学 T 啊，或穿什么时候就可以搭配这个，这样出去玩穿。而且最近好像要变天了，冬天要来，可以这样搭，而且刚好我今天帽子又是铁灰的，然后搭起来就刚刚好，赞赞。再来下一样是这个超级可爱的猫耳朵，是那种平常出去可能打扮啊，就是什么时候有时候在那种 dress code 啊，什么圣诞节啊，什么一些节日啊，拍抖音啊，什么时候可以戴？而且这个超便宜，因为一看到它只要29，超级便宜。然后我姐也买了一个，29块，这个给我。耶诞城可以戴。耶诞城可以戴，29块，这个给我。就是说你要
29块。29块。有钱没钱，要命一条。谢谢。最后一样，这个，这个是，这叫什么？这要怎么讲？鲨鱼夹，鲨鱼夹，少女夹，反正就是。就是那种捆在这边，就是让它看起来很淑女吧，淑女风的夹子，然后是这种黑色格子款的。因为我姐说这个是很日系感，然后我们现在两个都很喜欢看日系的 YouTube， 然后或什么的。日本人。现在很喜欢看日本人的 YouTube， 然后就会被很多东西烧到，什么日系风啊，什么各种烧到啊，反正。下次来试试看好不好看，它还有蓝色，它是韩风吗？但你那时候跟我说日系，我哪有说日系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可以加加，就是可以加加看好不好看。然后它有蓝色、粉色、绿色，它绿色是比较浅绿色，但我想说黑色比较百搭，所以我就买了黑色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 NET 系列开箱，这是我拍，算是我拍的第一支，就是逛街的时候买的东西。今天这样子八样，总共是1749。以八样来说，买到1749已经算很便宜。就是那种平常那种小资女啊、学生啊，其实都可以去 NET 买衣服跟一些配件什么，其实都蛮便宜的，而且其实材质都还不错。推荐给大家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哎，我看完了，超快耶，很好啊，这样可能才不到八分钟哎。我这样会剪进去啊！你今天剪几分钟？现在才6分28秒。OK 啦。那这样影片好短哦。又没差。没差啊！啊，这些对话可以剪进去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如果剪进去了呢？他一脚踹我。因为小姐可以跟你要 IG 吗？是，哎，我才刚跟妈妈说。那个神蜥蜴。刚有原味巧克力跟可以复粉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好。他们他没有。如果没有草莓味的话，我就把这支影片给删了。